是你。你怎么会来这？我也不知道，走着走着就……很多年没来了，这里还是变得挺多的。既然都碰到了，那一块走一走。好。虽然样子大多都不一样了，不过你看，大学城还是小吃占多数。果然，不管到了哪个时候，都是这样。是啊，你看，那家拉面馆还在。真的，竟然还在。这家的拉面可真好吃，以后我们结婚了也要来这边吃。那时候这家店也不知道在不在。肯定在，肯定在，不然我们打赌。好啊。要不进去看看。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我也是随口一说，过了这么久了，就算在早就换老板了吧。走吧，时间不早了，回去吧，家里应该都有人等着吧。来都来了，进去看看，说不定总有什么东西没变的。老板，两碗牛肉拉面，一碗多放香菜。我早就不吃香菜了。那就一碗不要香菜。你不吃香菜了？嗯，早就不吃了。啊。不过你看看，这真的没变，老板还是原来的老板。那味道肯定没变，想想口水都快流下来了。那个时候你每次都能吃一大碗的。嗯，真香啊，真好吃，还是原来那样好吃。小心烫，你怎么还是那么冒失？没人和你抢，慢慢吃。知道了，你怎么还是这么啰嗦。走吧。下雨了，我们该回去了。要不要我送你？不用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也不顺路。我明白的。那我走了。照顾好自己。嗯，再见。再见，再见。对不起，最后没能给你一个家。如果能回去，我一定不会离开，也不会让你离开。如果可以，我想跟你说，我一直爱你。算了，算了，总算还能和你再吃一次面，我也满足了。对不起，我还是没法祝你幸福。总算还能再和你一起吃面，这样也算以前没有白白期待。我其实，哎，算了，不说了，说了又能怎样呢？到底以后还是没有你。保重，再见。掴めない風に踊る花。
ビルの谷間に埋もれた夢もいつか芽吹いて花を咲かすだろう。信じた夢は咲く場所を選ばない。僕らこの街に落とされた影星、みんな光を探して重なり合う。